欢迎大家来到棉花田的健康周报，每个礼拜呢一起掌握健康热话题。我是用慈老师。每个人吃优格呢都有不同的理由，但是呢，如果你是为了要补充好菌，改善肠胃道的功能才来吃优格，你确定这些好菌都有被送到大肠去吗？那可不见得哦，因为呢，这些益生菌啊，很怕酸又很怕碱，而且呢，我们在空腹的时候，我们的胃酸浓度是很高，所以就算这个时候呢，你吃了优格啊，也会把这些益生菌啊给杀光光。所以呢，建议啊，优格饭后吃，因为呢，刚好饭后胃酸啊是在消化你的食物，所以呢，胃酸的浓度啊比较淡一点，所以好菌呢，经过稀释过后的胃酸啊，就比较能够抵达到大肠，只是菌数啊肯定会受影响。然后你们在选择优格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通常都会看一下到底这一瓶优格里面呢会有哪些菌哦，可能有一些什么 A 菌啊，什么 B 菌啊，什么什么球菌啊，然后不同的厂牌的优格菌呢还不一定一样，是不是每次有看都没有懂什么什么球菌，然后怎么看也看不懂，明明都是中文字，可是呢感觉好像不识字一样。其实每一株菌呢都有它自己的功用，而且你知道吗，光是我们的身体里头啊，肠道菌群就高达了400多种，所以呢光补充啊两三种菌是不够的。像是那个胃溃疡的体质啊，你们知道吗，这个胃啊里头都会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哦。但是为什么你有胃溃疡我没有胃溃疡，就是因为我的胃里头啦多了很多的什么这个嗜酸乳杆菌 A 菌，可以降低胃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呢我就没有胃溃疡。但是你为什么会有胃溃疡呢，就是因为你的胃里头啊少了这个 A 菌，少了嗜酸乳杆菌哦，可能这个菌对也不够多，所以呢没有办法去抑制住胃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就导致于你的胃黏膜受损，然后呢胃出血、胃溃疡的症状。还有像那个要改善腹泻，有的人就是排便都不成形，然后每天都在那个排便都是拉肚子，然后呢消化道的不适哦，就是胀气啊消化不良哦。那为什么同样一家人，你的体质会这样，我的体质不会这样？就是因为在消化道里头少的嗜热链球菌哦，因为这些菌不够啊，所以呢会导致于容易腹泻，然后呢肠胃道的这些哦症状发生。好，那像是呢你跟家人啊这个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哦，这个吃完了一餐下来，哎，奇怪，你老公怎么拉肚子了，怎么你没有拉肚子，你们不是吃一样的食物吗？因为呢你的肚子里头啊比他多了很多的这个雷特氏 B 菌，所以呢可以降低肠道细菌感染。那因为他的肚子里头的这些 B 菌啊不够，所以呢没有办法呢降低细菌的感染，所以就引发拉肚子啦。所以呢你如果想要啊促进排便的话，记得就要吃比菲德氏菌。如果呢想要促进我们的黏膜比较健康，修复肠胃黏膜，然后预防私密处的感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洛德乳杆菌。好，那如果要降低对胆固醇的吸收啊，就要把细菌给吃进来。那如果想要制造更多的这个消化酵素啊来帮助我们的消化，这个时候呢就要把龙根菌给吃进来。那如果要调节免疫呢，就要把熟梨糖乳杆菌吃进来。那如果要降低哦我们身体各类的这些发炎过敏的反应啊，一定要记得把 LP33 给吃进来。那如果你想要改善这个肠燥症啊，就要把芽孢乳杆菌啊给吃进来。那如果呢想要调节我们的免疫啊，就要把那个短酸差的乳酸杆菌吃进来。很难念吧？所以呢即使看到短酸差乳酸杆菌也不知道它做什么用的。好，所以呢讲了这么多啊，光补充一种菌啊是不够的哦，每一种菌呢对身体都有不一样的好处，所以呢一定要把每一种菌啊都把它想尽办法把它吃进来。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综合益生菌，这样才能够全方位的把我们的好菌军队啊打造起来。好，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军队啊建立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就要上场啊去打仗了。但是呢一支军队够吗？当然是不够啊，因为我们人体啊肠道菌数呢是高达100兆，所以呢这些乳酸菌啊，你不要想说100兆它就很多，它每天还会新陈代谢哦，所以呢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哦。所以呢我们台湾的乳酸菌协会啊才会说，我们国人呢如果要保持在一个身体哦这个消化啦免疫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每天呢都要摄取啊10亿个乳酸菌。但随着我们的饮食习惯，还有我们的作息，还有包括我们的年龄啊，都会影响我们肠道菌数的耗损速度。所以呢我们每天都要补充200亿到400亿个乳酸菌，才能够有效达到一个保健的明显效果。
那你说我现在补充200亿个这个好菌的军队啊，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吧？还不够哦，还是有问题。重点呢，还是要把这个好菌的军队啊送往大肠才是关键。就像吃优格补好菌，吃对时间才有效。关键还是在于好菌呢要送往大肠才是关键。所以如果要挑益生菌呢，就不能只有看包装上的菌数就好，而是要真正到达肠道的菌数啊才算数。那重点在于这些菌呢是否有被这个包覆技术啊，把这个益生菌穿上防护衣，这样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胃酸胆盐进入到我们的肠道，真正的帮助我们改善健康。所以咯，只要益生菌在有金球包覆的一个保护技术之下，这个时候呢就再也没有食用时间上的限制，这个时候只要想要改善健康，你随时都可以吃。好，最后呢我们再复习一次今天的重点哦，吃优格补好菌，记得哦要饭后吃才会有些许的作用。那补充益生菌的关键呢，首先菌种啊要多样化全方位，而且菌数一定要足够，还要有金球的技术包覆啊，才能够有效的让好菌进驻到我们的肠道，达到一个保健的效果。好，以上呢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养出一肚子的好菌哦，长保健康。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健康热话题。那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话，不要忘了在你们的右下角记得帮我按订阅，记得打开小铃铛。每个礼拜呀，我们都会分享着健康热话题，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